天际线上埋了很多战争年代留下的地雷。雨枫，走啊！干嘛呢？我好像踩到地雷了。 执行任务的不准开玩笑！我没开玩笑，我真的踩到地雷了！别动，一动都不能动！怎么办？我去帮他。难道我不行？太危险了！宋城他撑不住这么久了，让他下面去隐蔽。我去。 别动，烟花，没事，别动。 喂，宁总，沙里湾的两名杀手就潜伏在我们的辖区，他们装扮成武警，在32号小路拦截金小毛。4号小组已经跟他们交上活了。金小毛呢？金小毛和那名杀手都跑了，你要尽快的赶到石嘴村，跟我会合。我们马上赶过去。再见。 别管我了，你按照您所的指示，快去抓人。别说话了，把呼吸调整好。这只脚不能使劲，也不能松劲，明白吗？我会帮你的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对不起，阮参谋。 是我自己坚持要参加这一小组的，是我害了你们。我说你不合适，你不听啊，非要逞强，口气比力气大。阮参谋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你替我光荣了，这样我一辈子都活不踏实。别说话，一定把呼吸调整好，啊。 二之后跳，还是三之后跳？压住三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这回一定要听口令跳，别等我这只手没劲了，咱们俩会一起完蛋的。一、二、三。
我要是光荣了，告诉宁佐，让他上报支队。我不管他们想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我老婆安排到省城，给他找一个和英语有关系的工作。 这今天也算训练科目之一吧，啊！走了，走了，哎呀，哎呦，这屁股不行了，哎呀，嚯！ 林总，喂，林浩，情况怎么样？两个杀手跑了，到现在没有找到。不过金小毛已经被四组的人控制了，他现在就在前面那个村子里。怎么还不行动？哼，我在等你啊。金小毛上次打电话不是说他只信任你吗？哼，明白。海军，跟我走。我去了。 情况怎么样？还在里面。阮参谋，你刚才忘叫我了吧？咱们都是一起牺牲过一次的人了，看来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看来我就是福星啊，以后有任务多叫着我，会有好兆头的。哎，我是不是应该？ 给你敬个礼啊！不用了吧，不用。一会儿这样，跟紧我，注意隐蔽，不要冒进。听明白了吗？你没事吧，阮参谋？我没事，说明白。啊，我明白了。 两位老人家，你们好，罚叫你们吃饭了啊。
不用害怕，我们是中国武警，来找金小毛的。我不认识你，你要找的人没来过，我们没有犯法。哎呀，没人说你犯法啊！我叫阮林浩，是来救金小毛的。武警同志，这个人我不认识，他从来没来到这里。哎呀！金小毛，这儿已经被我们围得连苍蝇都飞不出去了，还要我们荷枪实弹的进去搜吗？我叫阮林浩，你不是说信任我吗？出来吧。阮林浩，我就是金小毛。阮参谋，你怎么知道他藏在那里？自己看。好，这儿。啊。俩包子，一盘腊肠，三块豆腐乳，一个黄瓜片炒胡萝卜片，两碗粥。这个鸡蛋是……再看那儿，是，那是厨房。好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半个包子是金小毛丢的。刚才他在这儿吃饭，然后一听见有人要来抓他，他一慌乱把那包子就扔在那儿了。你就是通过这个判断他在里边的。哎，那你说这桌子有什么问题啊？六个鸡蛋吃了五个，两个老人家有这么大胃口，饭量大，真聪明。嗨，你以为每个人都是饭桶吗？你傻笑什么？听明白没有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五个鸡蛋是金小毛吃的，还有那半个包子，明白了吧？我早就明白了，你以为每个人都是饭桶，真逗。也不对。吃了五，那可能他吃了四个也有可能。半个包子肯定是他吃的，对。那碗粥。当时啊，我们已经值了一晚上夜班了，特别的困，知道吗？还有就是说，阮参谋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，我是真困了那天，哎呀，困的，我就走了，还打着哈欠呢，就这样。怎么了？我踩到地雷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当时跟韩雨菊说，他都不信，他说你别逗了，你赶紧走吧，别开玩笑了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我没开玩笑，我真的踩到地雷了。就在这时，阮参谋在老远看着我，对着我说，你别动，一动都别动。他这一说不要紧，我更紧张了，我真是不敢动了。他就过来，他还说哪只脚？我跟他说左腿。坚持住，别害怕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别抖，别抖，稳住。插在我鞋下边了。我数一、二、三。你就往外跳，然后往韩一军那个方向跑，跳得越来越好，明白吗？当时就想，阮参谋他也是人呢，他也有家呀，还有老婆。你说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生命的安全，在救我，一个新兵。真的是非常感动。
你编的吧？怎么搞得跟好莱坞大片一样？你看我跟你说，你还不屑呀？真是这么回事，当时就是这样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非常感激阮苍，要不是他，我现在还在地梁上站着呢。哇！哎呀！伤心了啊！我是后悔。你后悔什么？你说我冤不冤呀？我哪知道那地雷会延时爆炸呀？然后呢？我要早知道那样，你说那我站在上面，我让他俩走。